国道一号这因为路段今仔日透早五点半发生大货车加这工程车相撞的车祸事故，造成一死一伤。事故现场伫八点外已经排除，嘛恢复专线通车。国道一号南向71.5公里杨梅路段，昨日透早五点外发生一件车祸事故，一台走伫路中的大货车甲工程车相撞，工程车并倒，跟着大货车，现场也造成大塞车。现场为一台工程车及一台大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分别救出一名26岁男性陈姓副驾驶及60岁男性陈姓驾驶。这个事故造成大货车顶悬，两个人受伤，其中60岁姓陈的大货车驾驶救出了后无生命现象，紧急送医抢救。警消分别将受伤的人送往湖口仁慈病院、甲杨梅天祥病院救治。肇事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交通事故案件，事故现场于8时许排除，恢复全线通车。警方表示，大货车原本驶伫中线车道，甲内侧车道共停车发生小 A 了后，两台车失控冲向外侧护栏，引起危险的代志。规个车祸原因甲肇事责任，警方当日进一步赔付清，也提醒用路人驶车时阵精神不好度久，也是分心，是高速公路常看到的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呼吁驾驶人勇足精神才上路。记者综合报道。